咧，氹仔考生街31号呢度啊，咁喺呢个 Fancy Cafe 咧，里边搞咗一个 Fancy Market， 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咧喺呢度汇聚住嘅。咁啊，我讲啦，其实咧呢个 Market 咧系Fancy Cafe 咧同埋古着市集咧一齐 crossover 嘅一个活动嚟嘅，系一个新尝试，都系好开心，因为咧系结合咗咧有呢个市集啦、音乐啦、咖啡啦、有咖啡啦、美食啦于一身嘅呢个超级武器霸王之。Fancy Market 嘅，咁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單位參與啦，係咪啊？阿 Angus， 係啦，咁啊，單位有來自呢個澳門啦、香港咧有玩開跳蚤市場嘅朋友啦，咁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袋啊、精品啊、飾物啊咁樣去擺到俾大家睇啦，大家買啦。咁同埋最勁係乜嘢呢？如果早已見到我哋三個，一睇先有音樂聽啦，係咪先？音樂單位咧，不如交俾新聞部嘅李連錦先生介紹下啦。音樂單位咧，其實咧最緊要注意咧，就係要投45号嘅樓下嘅東西，記住。咁除咗我之外咧，除咗我之外咧，剪咗呢個。咁啱啱唱完嘅好非常，哎呀，非常優秀嘅。樓下嘅東西咧係有市集咧，好多精品賣啊。樓上嘅東西咧亦都有音樂廳嘅喎。咁所以喺上邊，你會感受到好多唔同嘅單位唱歌，包括有 Eva 啦，亦都有梁子龍先生啦，亦都有 Romeo 啦、馬馬地啦、歐陽日華啦、程文靜啦、Angus 啦，同埋咧。等等嘅單位嘅，咁啊記住啦，就係、是、如果你想重温嘅話咧，就係睇住呢個 good.com， 係啦，你就可以咧無時無刻咁樣啦。可惜我愛懷念咁樣懷念下呢一個嘅，冇錯啦。而留下東西咧係有好多精品嘅，咁裏邊咧亦都有咖啡啦同美食嘅，所以記住 Fancy Market 等緊你。耶！不過你睇嘅時候已經完咗。Good。